知道咱妈为什么要整他吗？嗯，俏俏今天挑理了，整个这屋里面的相册里面没找到一张他自己的照片。关键没有他相片啊？有啊，我抱他那个。哪有了？在哪呢？我不知道啊。我抱他那个自拍的那个，我不脸都胖成那样似的。那是你自己收起来的，好像。嗯，好像我给收起来了。等下回来姑娘再拿一张啊！你看老找这么长时间没找着。翻我老家古董。这是我姥跟我姥爷的结婚证，你们见过吗？是这样子的，一张纸。现在我们的结婚证是红色的，还带照片，这顶纸带名字。几几年结婚的？1964年。哇塞，这个好有年代感呢。现在一瞅，真的是哈。1964年？不对呀、啊。那啥时候？老子是1964吗？怎么不可能是1964？嗯，怀不怀念这种感觉？就是回农村炕，那个那相片多年了，炕柴。那是在这块住那拖钱尖头那个房子呢。以前呢，我们家在城里的时候租的也是这种平房，每天睡觉之前最讨厌的环节就是擦炕，但是还不得不擦。主要是架火，然后有灰，你知道吧？炕上灰多，在楼房就少一点。农村的天天擦炕，就像在楼房里你天天擦地板似的。今天晚上我们要见证一下奇迹，我老说的把它放到温水里面，看它如果晃就证明是一个活的鸡蛋。如果拿高里头，等会儿我看这水样子挺的，我们就是失败了。你多高的它，你不要不你高一个它就晃了。一会儿都煮熟了。妈你，你也不来试试这水温，都不烫手就行。啊，温的。今天都穿大小裤，那要睡觉了吗？穿小裤，它冻冻冻里头就有籽儿，是吗？嗯，我姥自己都没有信心了。它怎么冻啊？晃一晃。鸡仔在里头，它冻，它的鸡蛋晃。嗯，他们明天就要出破壳而出了。嗯，我看二条家整过，那可能也就是时间太长了。鸡蛋时间长了。嗯你看，再说那一共两只的，嗯。宝宝，刚才你看那个动了，嗯，刚才那个晃了两下。等会儿啊，咱看看，这么叫声才能听见。这个动，哪个？这个动了啊！你、嗯、先别粘。那个对，那个跟那个动了、啊，就是我刚才指的那个。那可以拿过来了。这个动，哎呀，老目前有一个鸡蛋。这个也动。那个这个也动了。两个鸡蛋，咱可以拿过来吗？这个也动，嗯，这个动，就这个拿出来，嗯，悄悄往这有点啊，就注意啊，这现在是个小生命，这个动。我去，我可不能揣过它了。刚才还有哪个来的？那个。哎，这个动，这个动，看，嗯，这个动。哇塞！老两只了。给我一只呗。又动一个，这动了，动了啊。嗯给大宝乐的，大宝，三只，那大宝来凑了，大宝，大宝也来看鸡蛋来了，大宝是来吃鸡蛋来了，这好像动了，你先不动，嗯、大宝好可爱呀、啊，等会儿姥姥，你别动，别晃，我看着一个动的，别晃，别晃，那刮大它也飘的呀，你看，你看。弄个应该有实在的，它能弄鸡蛋，弄个什么嘛？那水漂得漂着漂着呢吗？漂着呢，全漂下来了。闭上闭上闭上，你看给它挤完了，它不知道干啥呢。你这是干啥呢？它以为有狗宝呢。这个动，这个也动。你看大宝急的，你看，大宝。但是它动的都不严重，好像一半会儿不能出字、嗯。这个动，这个动，看见吗？轻轻的动，嗯，轻轻的动，老应该是记错了，可能还得再等几天，哎，对不住，嗯，你瞅他这样，你要明天出了，他得逛的得挺严重，他得动，嗯，这个动，就我刚才感觉那个动，这个、动的比较轻，这玩意太好玩了嘛，哎呀，他还叹口气呢，那昨天照那些个黑的那个都差不多。你这回应该爆的挺多呀，他不到时候。
哇，也有第七只小崽儿。把灯闭它得，嗯，跳一把灯闭它。剩下的我妈说拿电棒再照一照。哪个？哪个洞？跳跳这好奇心呢，就围着盆。鸡出来能不能瞎了？为啥呀？给散的。不是。瞎不了。这个好像黑呀。咱老跟他妈说，他里面好像那个有一点都没变的那种，就给挑出去了，剩下的都继续孵了。这一麻摆里头。自己给你明天吃。不是，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看他们飘不飘。那行，你再给他机会吧。放里再看看，不带动的，你就搁到明天早上，它都不带动的。嗯，让它死死心。暂时有16只小只能孵出来。嗯，妈出六出十个也行啊。没事，你妈你再摸。那外边那小鸡会爬我，你别害怕。它能抱几只啊？也就是15-16只吧。哎呀，那你那啥玩意儿？进几鸡大的？就是这16个蛋出来不一定100%全有，就有可能闷死了或怎么样的都不一定。憋死了。嗯。我好被子，准备睡觉了。太冷，你太时尚了，窗帘夜光的。